小朋友早安，你们在家里好不好呢？今天我们要学什么呢？请看老师为你们准备了什么。叮，小朋友大家好，今天呢我们要找一找在家里呢有没有这些东西呢。你看，有地毯、柜子、椅子、沙发、桌子、地板。地毯、柜子、椅子、沙发、桌子、地板。你看，有地毯、柜子、椅子、沙发、桌子、地板。地毯、柜子、椅子、沙发、桌子、地板。今天我们要认字，这些字是地毯、地毯、地毯、柜子、柜子、柜子、椅子、椅子、椅子、沙发、沙发、沙发、桌子、桌子、桌子、地板、地板、地板。谢谢。